大家好，这里是农村一家人。今天来到我们这边一个书家，他就是爱收藏以前的那些老玩意儿，还有老古董。咱们进去他家里看一下吧，看有啥好东西吗？哎，爷，书不在屋里啊？嗯，在家。在。哟，这是手里这是门还是窗户？一说这个可能是收的，这个是窗户扇儿。你看这个图案，你看这雕刻的，哇，一看就是老式的东西。这还是一对呢，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一对儿，我感觉。哎呀，这是个大门。人家做工都好。就是。这个做工也好。哎呀，人家中间是两条龙。龙戏珠，这应该是一个，然后两边是花瓶，咱们再去他院子里那边看看。哎呀，好东西太多了，我这眼睛都看花了。你看这个花瓶，这个是花瓶吗？我也不知道叫啥。说实话，咱们也不太懂啊。我就感觉这一堆应该就这个值钱的。咱们去加看看吧，现在家里还有好东西。好的。哎呦，这个东西。应该他那手那好呢，招财猫那茶壶都是挺的。这箱子这都是一这是老箱子，都是老的，板凳都是老的。能看吧？能看，这怎么能看？那是空的，那用不上。是吗？嗯，那里面有东西都给你看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是空箱子，一盒，等以前十盒。十盒，嗯。哇，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啊！一来全是这个东西，我从来还没见过那么多，大家可以大眼看一下。然后你们觉得这里边哪个最值钱呢？我也不懂这些。